我们就会去那个什么桥上挂锁，因为那一次有一次他没有挂上，然后呢他就一直都很抱有遗憾，然后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去挂了500多次锁了。我会觉得结婚和谈恋爱有区别吗？没没有，为什么会没有区别？因为和他在一起都是初恋。